如何能保持善念，不起恶念？出口善言，不出恶言，这叫修行。起心动念因缘是我们的行为，行为错误，赶紧修正过来，不能叫他继续下去，懂得改过。做好榜样给别人看是功德，那就是教化众生。我们指定他要教他，有时候他不高兴不能接受，我们做出一个好榜样让他看到，这是功德。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把中国古圣先贤化记在心上，引用在日常生活上，这种人不多了。什么不多了？走错了路，外面的诱惑、电视、新闻，让你所看到的、所接触到的，都是邪物。怎么办？我们看到了，接触到了，听到了，要好好的去反省，我有没有不善的，要有改过来，没有勉励自己，最好不要犯这些过失，因为我们这些过失都有一本账簿在阎罗王那里，到时候他给你看你的一生做多少恶，赖不掉的，那个时候后悔来不及了。所以不如我们每天自己做个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反省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能这么做都是功德。功德从哪里来的？影响社会。社会上好人多了，大家的杂念就少。能够给众生正面的影响，没有负面的影响，该做。日常生活当中与一切众生往来，人有了过失我们看到了，可以劝的劝导，不可以劝的不劝，以善巧方便帮助他求，时时刻刻能想到别人，做好榜样给别人看，这就是善人，这就是圣贤君子。别人不做，我们要做的更多；别人做，我们看到了，随喜功德。庄严佛净土。
好声。